中区少年棒球赛经过台中和花莲两县的协调，在花莲赛两场，在台中赛三场，以五场的成绩来决定今年的中区代表权。台东县的红叶队和花莲县的荣工队今年已经是三度交锋，而且这次都志在必得，因此战况也就特别的激烈。昨天第一场，台东红叶队以7-2赢了花莲荣工队。今天下午的第二场，红叶队以12-0大胜花莲的荣工队。